早っ。自从在虎牢关见到之后，便久久缭绕于我心头。我怎么可能会忘记那背影呢？兄长，你为何会和董卓在一起？你认错人了。吕布，有刺客。貂蝉，你来得正好。你也来保护洒家。竟在此时背叛洒家。好吧，丹药是你的了。吕布。陈卫兵没来，请离开。兄长，别管我。张辽，带他走。请回吧。等等，兄长。兄长究竟打算拿丹药做什么？在下只是听从吕将军的命令，前往这边。